做垃圾多，好不好？好，可以。做赶紧经营啊！三大问题，第一问题是，请问你喜欢旅游吗？喜欢。谁不喜欢旅游的，请举手。哎，今天每个人都喜欢旅游。那天有两个不喜欢旅游，一个我去问他为什么没有钱，第二个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是残废的啊。其实连残废的人都想旅游，坐坐轮椅也去旅游，你说是不是？是真的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来看一看，世界呢有100个顶级的旅游胜地，这是七大奇迹。世界七大奇迹，请问你去过多少个？去过吗？没去过。这个没去过吗？万里长城去过啊，最低限度有去过一个。那这是亚洲最美的地方，你应该去过吧？这是吴哥窟，这是澳门。 OK， 去过吗？去过，赶紧去啊，很近的，这是最美的地方。我们有一票朋友刚刚从这边回来，听说好玩到傻掉了，他还要去过，带他家人去。那美国，谁去过美国的请举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跳飞机的，跳飞机的、啊，跳飞机也不错啊，你去过。这是 Times Square， OK， 这是南美，这是哪里？巴西。明年2014年世界杯在这边， OK， 这是 Venice， 天底下最浪漫的地方。这是夏威夷，跳草裙舞的地方。这是加勒比海， OK， 美，跟你心爱的人在这边看海的日子，好不好？好。这是 Mexico， 你的身材特别好，长得特别漂亮，男的更不得了，很英俊啊，看了连阿嬷都头晕啊，所以我去看一看。这是地中海，很好的一个地方，我去了五次，为什么？等一下我跟你讲。这是非洲 safari 以及非洲动物大遗圈，应该去看一看。迪士尼，七个迪士尼人请举手。哎，这边多一点啊，很多很多，因为迪士尼只在哪里？哪里就有？香港。香港就有了 ，OK。要去美国 ，OK。奥兰多的最大也很美。这是游轮，坐个游轮的举手。我所谓的游轮不是去公海住一晚上又回来的那一种，对啊，我所谓的是最低限度10天8天的，很享受。等下我再跟你分享如何享受。这是 Sydney Opera House， 去过吗？没有。这是东方之珠，很近，应该去看一下。这是五一村，最近非常的流行，很多人喜欢去，在哪里？意大利。OK， 比萨岛、新津岛尔去半个小时，啊，应该去看一下。埃及可以去吗？可以。对不起，去不了了，不知道几时可以去。那瑞士，美，空气新鲜，黄金海岸在哪里？Australia。你看它的建筑物多整齐，全个海边这样多建筑物，这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飘。这是日本京都，哎，这是樱花开始啊，这是 Austria， 跟你心爱的人在这边住上10天8天，这叫人生，想不想？想。哎，这是新西兰，走在新西兰路上，每一个转弯景色都不一样，美啊。这是哪里？香格里拉。这是香格里拉，美。你看天然的地毯，是不是很美？很美。这是肯定是外国，因为外国的太阳、外国的月亮比我们的大，肯定是外国啊。这是哪里？美不美？美。向往吗？向往。向往。各位，世界上有100个非常漂亮而正在消失的地方，第一个是 Venice。Venice 多30-40年会沉下去的。这是马尔代夫，很快
就会被水淹掉了，它的海水比陆地还高了，要围起来了，知道吗？说这些地方不是我们要去，而是需要赶快的去，不然看不到了。说你来不及了，很多地方看不到的，要快的，不可以等的。好了，世界一共有193个国家，请问你去过多少个国家？多少个？多少个？两个。最远去的哪里？泰国。他在，那也算出国。那天我在过大马路，昨天他说在国拉哈跑过去45分钟就过了，也是出国。各位，到底你去过几个国家？真的，我们住在这个地球，世界的版图是七彩的。这次我们有机会在这里，尤其马来西亚人，我们的 passport 是特别好用，很多地方不要做签证的，不用 visa 的。OK， 全天底下只有一个国家去不了，哪里？以色列。如果你是基督教徒，你还可以申请去的。好了，这样多这样美的一个国世界，你在等什么？为什么不去？算一算193个国家，你今天几岁了？你忘记去了，很快就回到以前那边了，来不及了，真的。我在很久之前就去了100多个国家，所以我最有资格跟你们分享这一方面的东西。你越出去，你就越想出去。旅游跟学问一样，学问你学的越多，你才发现原来自己懂得这样的少。理由也是一样，你去越多，你就觉得更要去。天底下太大太美了，懂了没有？那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不是不去，各位，没有钱，很贵的，现在是不是？我去 Europe 18天花了60多千马币，吃了2个 spaghetti， 一只大只的矿泉水，80多块 Euro， 朋友，马币多少钱啊？300-400块啊，牙齿差一点跳出来了，真的很贵的，不是开玩笑的。那没有钱，有一些有钱没有什么，没有时间，每天努力的干活哪有时间，对不对？很有时间的人不干活哪有钱，缺一不可。 OK，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要很多钱的是真的。那有问题的，他问你，如果每个月可以免费给你去旅游，好不好？好。哇，这个就不一样了，对，免费，对不对？很好，对不对？我再问你第二句话，如果每个月给你10天去旅游，签合约，每个月10天一定得去，可以去吗？可以。可以吗？可以。不用做啊，炒鱿鱼，我跟你讲，生意不用看的，给人家骗到光，对不对？对。是的，就算免费，各位想一想，真的我们都未必去得了。什么不对的？人难道是这样子吗？还好，我们来看问题上，还好有问题上。他说，如果可以每个月给你免费旅游，而且还可以赚很多的钱，好不好？好。这就不一样了。老板讲多两句，炒你鱿鱼，对不对？反正我旅游就赚大钱了，爽不爽？爽，很爽。那我们所谓的工作的同时旅游，做旅游、去旅游、玩旅游，不用做导游也可以免费旅游，实现环游世界的梦，好不好？好。想不想？想。问题是天底下有这样美的东西吗？我也想，对不对？有这样美的东西吗？各位，听好了，我花了整整的1年时间，不只是我自己，我还带一大票的朋友，证明了千真万确是有的哦。你不用怕，不用做梦，真的有的。就这家公司叫做 World Venture， 说放 WE， 它在真正是美国的公司，成立了8年，在美国德州的 Dallas， 不是小公司，是蛮大的一间公司。而且呢，去年它是世界100强网络营销公司，
而一百强里面他是唯一的一家在做旅游，而去年世界上最快成长的网络营销公司他排名第几？第几？第六。第六。厉害吗？厉害，相当的厉害。我们再看一下，他在美国八年，在欧洲五年，在非洲四年，在新加坡三年，在香港两年，亚洲除了新加坡香港就没有了。哎，就在一个月前他来到了马来西亚，哈哈，我们真的拿到了 A 的最后的名额，我们现在是真的亚洲第三个国家。我们开业五天进了1000多个人，成为世界最快，到今天为止除了美国我们拿第一名，美国不要跟他比，太厉害太大，我们拿第一名，全世界拿第二名。我跟你讲，我们肯定拿第一名 100% OK。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创办人，不是一个是两个 Rin 和 Mike， 这两个人凶了被恩典样选为列为2010年杰出的企业家。我们都知道恩典样是很严的，如果你做的生意稍微不对，他不会嫌你的；如果你的生意对人民没有贡献，他不会管你的。所以这个对我们就很重要。那其中卖一年前，我就是看了他这一个 video 视频，他搞到我整上个晚上睡不了觉。我已经半退休20年的人，啥都不做就环游世界，看了这个头痛，心又起了心湖，然后又踏回出来。2009年我封麦不讲课了，我讲课是蛮贵的，但是2009年之后你给我多少钱也听不到了，一直等到今天，你不要给钱我讲给你听，免费。好不好？为什么？各位，就是因为我免费。他说我放more freedom more fulfillment， 我越讲越爽，爽得不得了。那我就讲了，看要钱的都没有这样爽。那这个麦他呢讲了目前世界的趋势，每个人都在找商机，这个很重要。他用了三个很重要的产品来做比较，那我们看一看。不过很长，还好我剪到很短，2分钟哈，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来一起来看一下。Connect success because it's basically the nature of what we're all about. It's hard to believe how much ground we've covered in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You know, in our first year we did about 15 million in sales. Our second year we closed out right at $50 million. That's over a 320% increase in our second year. And we are totally convinced that we will clear in our third year $100 million. The coffee industry is $100 billion. So $100 billion every year is spent around the world on coffee. Each one of these gumballs represents $1 billion in annual sales. There's 100 gumballs in here. This is the coffee industry. The nutrition industry is $226 billion every year spent on nutrition. So again, each one of these gumballs represents $1 billion in sales. So here's the coffee industry, here's the nutrition industry. And by the way, you may not know this or not, but over half of all the network marketing companies on the planet today, they're nutrition companies. Now let's talk about the travel industry. We need a bigger face here. All right, here's the travel industry. It's pretty impressive, right? Well, it doesn't stop there. Thank you.
That's pretty big, right? There's more. Here's nutrition, the entire nutrition industry. Here's travel. Travel industry is $7 trillion every year spent on travel. And they also say that the travel industry is going to grow from $7 trillion to $13 trillion over the next decade. 对了，全球每年饮业额呢，咖啡是最稳重定成长的一种产品，它有1000亿，很多人不喝咖啡会死人的，对不对？所以呢，咖啡很大很大，有人开错，OK，好，那现在世界的人口开始老化，人们对健康更在乎，所以。 营养液做得更好，营养产品卖得特别好，所以它超过咖啡1倍以上。天底下有50%以上的传销直销公司都在卖营养产品，其中有一家是天底下最大的，叫什么名？Anyway，他们也在卖这一个营养产品。啊，New Skin 也营养产品，为什么？因为很受欢迎，所以它很厉害。 2260亿，但是我们万万想不到，旅游业竟然有7万亿，而这是2007年的数据，到今天已经有9万亿，也叫9兆，英文叫 9 trillion， 笑不笑的？哎，我看了这个你还睡得了觉吗？这样多，你看我竭尽所能想尽办法搞一亿回来，10亿美元，你不想啊？ 这么好的商机你不晓得？哎，有生之年我一定要搞一搞，所以我做了一个调查，天底下第二大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人寿保险，那个我做了30多年的，不同的是人寿保险，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买，而每一个人都不想买，已经来了跑去躲起来。我记得当初我卖保险的时候。 驾车半路，Boris block我，我给他讲我是卖保险的，卖什么保险？人寿保险。他说你快点走，他都吓到了，你知道吗？他怕我死缠烂打，对的，曾经有Boris给我缠到他半命，我说三万你照开，但是我要见你，见你之后什么他不知道，一见了我他就完蛋了，每天缠死他，每天去找到他老婆说，你要这个别打烂路嘛。 在家里吓死了，我跟你讲，所以保险是很吓人的。理由呢，不管你，我跟你讲，理由谁都想要，年轻老少都想要，而且没有钱也想要，你说对不对？对。真的是这样子的，各位，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沃比这虽然有8年的历史，但是他策略性的收购了罗比亚，罗比亚有 28年的经验在旅游业非常有经验，OK，28年，谁是罗比亚？罗比亚呢？他在2011年赢的旅游业最高荣誉奖叫 Magellan Award， 而 Magellan Award 一直以来是世界最大的这些公司在抢，没想到2011年竟然被罗比亚抢了金奖，当时是震动全世界的，他不只是赢的金奖，而且在 2012年，他连银奖、金奖一起赢回家，厉害吗？今年他也赢了很多奖，我来不及讲。我们再看一下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厉害。看看他的商业模式。沃比亚本身是一家旅游营销公司，他协助呢他的客户和他的会员在购买机票、酒店、邮轮、租车。
等等，但是最重要，它是在销售旅游俱乐部会员制 membership， 他在卖。而 Rovia 呢，它有28年的经验和关系，关系很重要做旅游，所以呢，它有办法主办到品质和价钱保证的旅游配套。这两家公司配合在一起，天衣无缝，恰到好处，不得了。那我们看一看，到底成为旅游俱乐部会员要给多少钱？如果要给很多钱，很难卖。我们知道贪学历，动不动2万、5万、10万不等。哎，这个很好，成为会员只不过是申请费$200，一次过一倍，而你的月费也只是50罢了。但这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成为会员到底有什么好处，什么利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你会拿到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可以是你自己的网站，你自己的名，自己的 domain， 你自己呢可以在上面订机票、订酒店、租车、订游轮，你所有的朋友认识不认识的也可以来你这个网站做这个动作。然后这边是公寓7天以上的公寓，很漂亮，等下我来介绍。啊，这一边呢是梦幻之旅，哎，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啊，随时有100多种梦幻旅游配套，旅游就是礼物 ，OK， 礼物给你去游玩叫旅游，因为10之8九不要钱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当你成为会员，你全家人可以享受，而且每一次你去旅游，你还可以带一个非会员的朋友跟你一起去，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比如8天7夜希腊游才多少钱？391块。这样美的地方，这样美的房间，可以吗？你敢相信吗？他们的旅游有3种，大体3种，全部不包括飞机票，因为他们的会员来自25个国家。机票你自己上自己的网站去订。那这一边呢，第一种就是 free and easy， 中文叫做自由行。当你到机场酒店接送，然后每一天的早餐，那个第一种，当然住宿都有。第二种，除了这之外，有一半的旅游，还有一半包吃。第三种是全包，什么都包。但是我给你我的经验，最好找第二种最好。为什么？第三种我去过，早上早早5点多 morning call 吃早餐出去，晚上到12点才回家，每天都一样。我住5星级好跳，我的 swimming pool 美到不得了，我回去关灯了，拍照都拍不到。早上起来出去，天还黑。然后我住的那个海边美得不得了，沙滩连踏都没有的踏，因为每一天都说今晚上去12点多回来，累的命都没有掉，明天早上5点又 morning call。 所以我给你的劝告，最好找第二种，留下几天自由行，在你的这一个沙滩散步，在你的游泳池那边做一个晒一晒太阳，游一点泳，然后出到街上跑一跑，吃自己喜欢吃的，明白了吗？这样子就比较舒服。好，我们再来看一看4天3夜希腊多少钱？59，你敢相信吗？各位，4天3夜125块希腊，看到了吗？很便宜。然后这个9天8夜，哪里？这个英国和苏格兰1600多块，不可能的事。然后你看美国8天7夜1661。 Good or not? OK 吗？ OK， very good。 那美国4天3夜99、哦、What is this man? 美国3天2夜99、哦、然后你看美国又来了，纽
报哦，我给你讲不得了啊，那爱琴海每个人都向往的地方，五天四夜才195，可以吗？可以。那你看越南五天四夜209块，那你看肯定我刚刚回来，好美好美，真的很美很浪漫，四天三夜258块，住在一个室内，有大厅有房间还有厨房，一个人一个小木屋，美得不得了，浪漫，然后还可以去看动物，错了，去给动物看。我去了我才了解，原来把车加到动物园的中间，然后动物每个人慢慢跑来跑来看我们，你还开心得不得了。他说他来秀你看哪一只比较好吃，很危险我跟你讲。那你看 OK 去旅游很多，那这个是亚洲，亚洲也很多 OK。 那你看尤其是美国的这个邮轮六天五夜多少钱？3000万，你看不得了啊！你看高尔夫球，喜欢打高尔夫球的，你这辈子一定希望去一个公开赛参加一参加，最大的世界最大的，你不可能可以进的，因为你打没有那个台高夫这样厉害，你进不了，票也买不到的，我给你讲。但是你只要参加这个，哎，我就可以进去，怎么样？可以吹啊，没有办法，哎。你看到了吗？不得了，看到了没有？然后你看，这个不得了，不得了，你是不可能买到票。然后你看，2000多、4000多，当然，这个只是去看他的比赛，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嘿 ，fine， 一辈子是不是要去一次？威到你全个家族。几代都比没有人比你威了，开玩笑。而且这次是去哪里？巴西 ，Rio， 嘿，不得了，看到吗？有机会去了。好了，北极光，听过北极光吗？当北极光来的时候，好像空气这样子，全个天上都是亮的，七彩的。有人说，在北极光下洗过你的人，你的磁场是最强的。更有人说你这辈子没有被北极光洗过，你死了是白白的死。马上就赶紧去给他洗礼一下回来，赶紧写一本书。他说地球人没有看过北极光不算是地球人，那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你来得及看吗？我怕你来不及，所以我赶紧拍个 video 先给你看一看，赶紧看一看。想不想去看？明年我带队，你一定要努力到做免费，我才带你去。不要钱啊！去北极光洗礼，磁场最强。阿拉斯加，阿拉斯加，听好了，不是阿拉斯加，你说你们让我去阿拉斯加可以看的，阿拉斯加看不到，阿拉斯加才有的看。那阿拉斯加呢是记忆永恒之地，去了一辈子、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都忘不了的地方，该不该去？该去 ，OK。哎，8天7夜600多块，我去问了马来西亚、亚洲。你参加这个旅行团，坐这两船，20000多块马币，20多千，这个600多块，不好给太多人知道，哈，等下太多人抢麻烦啊。好，这个公司呢，他呢相信起助于社会，用助于社会，他更相信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他每个月最少主办2到3次的这个慈善治理。现在你成为会员，其实你已经做了慈善，若干百分比已经去做这个慈善，去穷苦的地方，
帮助这个穷苦子弟建造学校 OK 这一辈这一阵子他们都在哪里非洲最近我们把他引到亚洲来马来西亚拼命的找不到穷苦地方去了台湾找也找不到结果大陆找到结果在泰国找到印度尼西亚找到说我们下一站将会去泰国有三个马上在泰国我们把这些 plastic 瓶子送回来经过处理收一些 plastic 的纸回来塞进去然后经过处理把它做成学校我们去每个人都动手建造学校然后把它围起来这样子的我有一个 video 给大家看一下很多人去喜欢把孩子一起带去让孩子感觉一下我们看一点点 I'm Gwyneth Lloyd your World Ventures Foundation Executive Director and as part of your World Ventures journey 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do volunteer vacations with us that can change your life we want you to experience and liveThe World Ventures core values while doing volunteer work with us. Everything we do is done in collaboration with locally based nonprofits. These local nonprofits understand the challenges impacting children in their local communities. And they know how World Ventures Foundation can make the greatest difference.And I think it's incredible that our company has its own foundation. So we all continue to do it as long as our team will introduce this company and this foundation. Big things happen. You can't explain it. It's something you have to go do. World Ventures and our foundation together are going to make changes around the world. World Ventures Foundation's mission is to serve children and communities at the local level.Together with World Ventures Reps and Dream Trips members globally, we have created powerful ways for you to give back while vacationing in som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destinations and in your local communities.起了两个学校在中国是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我很早之前就了解起助于社会用助于社会各位我们再看一看有机会真的要去做一做慈善很多时候去了之后我们以为我们在做慈善其实错了不是我们在给而是我们自己拿的更多真的我们人一辈子我们所拿的贪得无厌的时候拿的要当我们走的时候全部消失的无影无踪我们只能够留下当我们生前所给出去的当我们离开之后将永远留下来知道吗钱是储蓄在银行里对不对得你的福气是在天上面要记一点点很多东西我们了解不了好这一个是酒店两个晚上的酒店很漂亮的酒店99块时间你自己定 OK 我们有一些 同仁一些伙伴他去了美国住了这个酒店他开心得不得了很开心因为99两个晚上你要四个晚上买两个爽不爽好不好好这一个又另外一个更爽的七个晚上的公寓OK 那一个房间的349公寓啊七个晚上啊那这个是两个房间的419七个晚上那是这样子的放暑假跟你全家人去爽不爽有水准我们家可能没有江美有江美吗我们家没有江美不过我们偶尔去江美享受人生那你看江美煮一些东西老外的 fashion 注意点吃说我们的孩子很喜欢跟我们去旅游因为很特别享受人生那小的家庭一个房间大的家庭两个房间 OK
你可以带你爸妈兄弟姊妹一起去，没问题。OK，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边呢，我有一个 video 给大家看，什么叫做 teamwork， 什么叫 dream trip， 就是说你去了一次，你终身难忘，一次就终身难忘。你去了回家的路上，担保你在准备下一趟的旅游。真是这样子，你会认识一大票的很要好的伙伴。你去不是一个人去，更不是一家人去，你是全组所有的最好的伙伴一起去。我跟你讲，很开心。我们亚洲人呢，真的是不会玩。我老实跟你讲，我们呢放不开。老外真的很会玩，我们的人是要参加两次、三次之后才懂得怎样玩。你真的会玩，你真的很开心。感情不好，去了旅游，去了几次回来，感情特别好，特别甜蜜。我们有人父子关系不好，亲子搞不清楚，去了旅游几次回来，他的孩子跟他特别的亲切。有人健康不好，身体健康不佳，去了旅游回来，去了几次回来，健康好像特别好，不好也不行，他不好也假装很好，因为要去旅游。越旅游你就越年轻，越旅游你就越漂亮越英俊，你相信吗？理由是最好的感情润滑剂，是不是？想不想去？来吧，免费的，不要钱的，想不想？想。谁是新人？第一次来的请举手。刚刚极了啊！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如何免费去？我现在给你讲。刚才是讲我们的旅游俱乐部会员，对不 对？享受的。那现在我是跟你讲如何免费，也跟你讲呢，外面这除了是一个旅游俱乐部，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很棒的创业舞台。想不想创业？想。我们想了很久，我们都在找商机。有一些事业我们找到要很多的钱，这么多钱，有钱也不敢乱花，因为未必赚钱，又怕给人骗，你说对不对？但我们老是打工，老是做这样子的事业，很多事业你做生意好的时候做死你，是不是？没有生意的时候气死你，你说是不是？到底要这样子一辈子下去吗？我跟你讲，我们有一个同事丁家儒的，叫艾琳，艾琳范，他很厉害，很年轻就到吉隆坡来。我跟你讲，他赚第一桶金、三桶金、五桶金、十桶金。SS 度这边贵不贵？很贵。他有几间 Mangro 几间店铺，他可以收租，这辈子就吃不完的。他孩子生出来就给奶妈看，一年回去一次到两次，副作用来了，
回家的时候孩子呢躲在奶妈的后面不认识他的，叫他的奶妈妈妈，叫他爸爸。如果是你，你怎么感觉？我给你讲，很多路回不到头的。孩子长大很快的，小你不给他拥抱，以后人家不抱你了，人家抱他的爱人。我没骗你，要从小你就要每天抱他，大了他就喜欢抱。我们有朋友，我们的伙伴，生意做得很大，驾大车住满阁楼，生意很大。但是呢，他回家的时候孩子都睡了，当他出门的时候孩子都去念书了。结果他的孩子的长大过程，他只能够看到孩子有多厚，而不能够看到孩子有多高，因为睡在床上只能看有多厚。对不对？结果他来做这个生意呢，有一天故事还没完，有一天老师打电话给他，他说你来来学校，我有话跟你讲，关于你孩子的。他就请我们发现你孩子有自闭症，他都吓死了，眼泪马上流下来。因为他是成功的人，因为他是导师，他专门培训人家的。当天晚上他流泪流到天亮，他跟他老婆讲，在迷茫当中他遇到了无援救，然后他带孩子拼命的带他去，今年他去了11次坐飞机 first class。 我去肯定，他去肯定，他们去马尔代夫，他去马尔代夫。然后孩子开始有笑容了，孩子开始跟他亲亲了，对不对？人是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免费进来，要成为他的商务代表，我们叫商代，英文叫 representative 或者叫 rep。 你拿到他的网站，自己开旅游公司，厉害吧？然后网站是你自己的名，你要阿猪、阿花、阿狗都可以啊，你放上去，没有人，世界没有人用的就可以，应该是网站的名，有 travel company， 有 holiday whatever thing， 你可以去命名。然后呢，他给你这个网站，这个网站可以订几乎天底下所有的大型的航空公司的机票，可以在你的网站订。天底下有200多、300、1000家的酒店可以在你上面订，转眼间你就是大老板，不得了，厉害吗？很厉害。那这样子的一个网站，你到底要多少钱写得到？100几十万绝对写不到，因为你要派人去航空公司签约，要派去跟酒店签约，对不对？我们没有这个本事。那这样大的一个商机，你要买他的房在家门，多少钱？不用怕，不很多钱，看好来，32块2毛半，可以吗？你每天不是找商机吗？机会来了，真的机会来了。但是你有了网站，你需要缅甸，你需要 service， 你需要 server， 对不对？我这个公司每个月要给2000多块，我的 server， 我的 maintaining， 这样复杂的当然要更多钱。所以每个月跟你收多少钱？不用怕，16块8，可以吗？可以。你看机会来了，好了，你成为他的商务代表，申请费32块2毛半，月费16块1毛2，加起来是48.3毛钱。我们不做牛。我们工作的同时要享受，所以我们也成为他的梦幻旅游俱乐部会员，对不对？千万别做牛。做牛什么意思？牛很勤劳工作，赚很多钱给他的主人，自己吃什么？吃草。
你不相信给一点肉他吃，他马上反胃，死翘翘，然后死掉。千万别做牛，所以你要享受的同时要享受。申请费200，月费50，加起来250，两个加起来，申请费299,233，月费66.12元，加起来2998，马币1000块都不用，可以吗？机会来了，你福星高照。好了，你成为这个生意，你怎么赚钱？好玩的不得了，有翅膀也有轮子，好好玩，奇怪对不对？ Step number one， 你需要找到你的翅膀，所谓的隐形的翅膀。他说有翅膀你才飞得起来，自由飞翔才开心，是不是？生命诚恳比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孤，两者皆可抛。所以自由很重要。这首歌什么名？隐形的翅膀。我听一点点就可以了。这首歌我们的感觉就来了，因为它唱中了我们的心声，对不对？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不过不可以听太多。好了，如何得到你的翅膀呢？好的东西要有好的朋友分享，胜过自己独自拥有。当你获得了这个机会，你要跟你4个好朋友分享，让他们有机会跟你一样，你就能够获得你的翅膀。当你获得你的翅膀，你就可以有开始赚取佣金和晋升的资格。最重要是什么？从今以后，你每个月66块的月费不用给了。哎呀，连物资都不用给，哪找？哪有这样好的生意？就是因为有这个，找4个朋友进来就免费给物资，因为有这个这一个条件，所以这个公司做得很快。因为每个人进来都想不用给业费，你想不想不给业费？想，也想，所以你会尽量去做。人很奇怪。人是懒惰的动物，人需要有良性的压力才会成长，你相信吗？所以你找这些人进来，你不用管他的，因为他勤劳的去找了一个人进来，他忘记了懒惰了，到了夜尾给66块，他马上精神了，又去找人，又找到一个回来又懒惰了，忘记了。到了夜尾又66块，他又精神了，赶紧找人。看到了吗？原来钱是最有效的。为什么半夜你到看到那个 traffic light 是红灯你也停？因为你知道有 camera 机枪要给闪了，所以你乖乖停。你说对不对？对，真的很有效。多有效！等一下我跟你讲。再来看一下第二步骤，也很好玩。你获得你的轮子，当然4个轮子你的车就跑得起来。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生意，我很喜欢，因为你找了4个人回来了，你要成功，你要协助你的人成功，你才能够更成功。你找他回来，你要负责协助他们也找到他们的翅膀。他们如何找得到翅膀？每个人找4个咯，对不对？他进来他什么都不懂，对不对？你要协助他，帮助他的好朋友也成为会员。当他的4个朋友进来，是他的责任帮助他也找到4个人，代代复制相传下去就可以了。明白了吗？你孩子你需要负责吗？夫妻为了5分钟的享受，人家不来你无端端把他拉来，现在他来了，你要不要负责可以吗？不可以。所以你孩子你要负责，是你们搞他来的啊。好，我们再看一下，当你获得你的轮子，听好来，如何获得轮子？第一，你帮助
四个人都找到四个人，或者你的下面有二十个人，一个月里面你可以销售二十个会员制出去，四个加十六个是不是二十？当你获得之后，你就获得了你的轮子，获得了你的轮子，这辆车驾回家，你 MW， 你相信吗？我做保险三十多年，你跟我这样子讲，你打死我都不相信。我做直销的，你说这样容易就拿到 BMW， 我串的我的头破了，我也不相信。是真的就这样子，一个月内你全组人只要卖出二十个新会员制出去 membership， 你就获得了。第一个月他会给你$300 cash money， 第二个月还是300，第三个月开始你真的 qualify， 他给你600，有三个选择，第一个就是买车，一定是 BMW， 一定要 silver color， 可以买 second hand。每个月给你$600马币1900，给你去攻36期。你的 second hand 车不可以超过10年车，因为太旧怕你半路失火闹鬼，所以不可以啊。第二个选择现金，不过折半，要不要？自己做决定。第三个就是也不错，旅游钱每个月给你600。给你旅游36个月，3年，每一个月免费旅游。不过选择这个要注意，你会辛苦一点，每个月要很勤劳的去旅游。所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辛苦？我做到这个，我太太也做到，所以每个月我们最少去2次，最多去5次，而且每次去还麻烦，还要做 first class 或者 business class。为什么？因为这个钱呢，你不用完它，一年就归空。昨天我才发现，原来一窝有很多钱不见了，扔了喂！你说他傻不傻？他勤劳的做，没有算那条账，很多钱不见掉了。所以你要不要去做？要不要去旅游？去了是白去，白去为什么不去？对不对？去了还是白去。OK， 所以一定要去。那我们来看一看，目前每一个小时06分就有一个人赢得 BMW， 所以你加进来。头可破，血可流，这两 BMW 不可以不加一加。马来西亚第一辆 BMW 出来了。第二辆、第三辆、第四辆、第五辆来过，今天也有一个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伙伴叫做什么名？不懂。今天最后一天他达到了，就是我们的歌星。猪你的肝什么？枪华，哎呀，他做到了没？我们看一下，700辆 BMW 一起上路，偷偷跟你讲，我们的目标在马来西亚2年时间。我们要有200辆 BMW 在路上，同样的颜色一起北上京城，南下秀后，东海岸记得八大马路一起走，要不要参加？要不要？很嗨的，吓死人，一百两三百一起跑，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问题是你要驾的还是要坐的？你坐到你可以自己驾，坐不到我们一起。好，哈，现在讲到你的提成，很精神的。那你在这里，他跟你分成左组、右组，打踢足球也要分2组才好玩。你第一个 income 是叫做直接销售提成，每卖一个你有20块。开始做这个生意，你要左卖三个，右卖三个，你就有6个，你就$120。第二个 income 就是销售奖金，连续4周，自己这6个可以在4个星期里面做到，给多你一个250。好了，第三个就是只要你的左有3个，
又有三个，这三个不管是谁做回来的，不管是谁卖的，你形成了一个大吉，一个大吉给你一百，新人守八个星期，给你多一百就两百，双倍，也就是投入了一个月的时间，你有570的收入，你加成会员你给了299，对不对？减了你还有271块的盈利，一点风险都没有，很容易做，看到了没有？好，再下来第四，我加进来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很大的原因，是这一个重复消费奖金。你卖产品，这个月我卖了给你，下个月我要竭尽所能再卖给你，你买了我有重复消费的commission， 我炒贵掉，这今天我炒了一碟给你吃，我收了钱，我赚钱。明天我希望你又回来，我又炒一碟给你，你吃了我收钱，我才有重复消费 income， 对不对？重复消费 income 是最重要。你买日本的电脑冰的，很便宜，很漂亮，对不对？为什么这样便宜？当你回去买它的硬的时候，很贵的。你买第一次他给你印是一半罢了的，很快用完的，用完你的冰袋很新，你一定要来跟我买那个印，那个印我就开始赚你的钱，他免费给你都不要紧，看到了吗？所以重复消费很重要。好了，这个也很厉害。第二个月开始，只要你这边有三个去还月费，这边又有三个去还月费，你这个时候一定要升到，你就有一个小级，你要升到 SR， 如何 SR 等下跟你讲，你就有21个小级。如果你是达莱特或者以上，你有30块一个小级，这个30块刺死人。各位，当有一天你左有很多人，右有很多人，每个月他们会还月费，你都有份。如何有份？如果左有三个环，右有三个环，你就有一个小级，这三个不知道谁找回来的，不管，只要有就可以了。如果是六个六个，你就拿到两个。如果是九个九个，拿多少个？三个。如果是900个900个呢？300个。如果是5000个5000个呢？哇，好难干呀！我算了，就拿了1667个，一个30块，请问拿了多少钱？一个月，美金50000块，要收该；马币165000，看你死不死。而这个应当是很定的，拿到你不在，你的儿子拿，孩子拿，孩子在，你的孙子拿，看到了没有？这个才是定的。好。大吉呢，只要你的左有三个新的销售，右有三个新的销售，你就一个大吉。我们来看一下，三中200块，200块，越多越快，越多就越快，一天多到你心也跳。现在你可以看每个小时他的钱一直加一直加，加到你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多钱，我跟你信你，你不明白，开始是 underpay， 后来是 overpay， very very overpay。 你看到底你可以拿多少钱，可以拿多少袋，你可以拿很多很多的钱，因为你可以拿无数袋啊，不得了 ，infinity， 活血量。那刚才讲的拿钱，现在我们讲的是升级。水总是往低处流，人总是往高处爬，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从 AR 到 SR， 只要你的左有30，又有30个销售，你就成为 senior representative， 就可以开始赚小级。那 SR 到 DR 只要90，如何有90？
三十加到六十就是九十，没有时间的规定，慢慢的累计上来，总有一天等到你，你就变成打雷的。离 RWMD 更容易，不管左多少右多少，左右加起来四百，你就成为 marketing director。 MD 到 RMD 加起来左右九百 regional marketing director， 然后你的 RMD 到 AMD 千八人，你就成为 national marketing director。 然后你最高是 IMD， 只要三千人，对我做保险的人来讲 sub 税，你就成为这个公司最高境界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Director， 就这样简单。那我再看好了， R&D 是900人，每个月你的车是600，现在升到1000给你，你不一定要买 BMW， 你可以换任何车，你不一定要银色，你可以选择任何颜色，更重要的就是你可以出席 Convention 国际高峰会议，每一年都可以去。听好了，你只要达到一次900，你每一年都可以去。听好了，我做保险的，今年我达到高峰会议，明年我从零开始又做过900人再去，后年又从零算起，又要做多一次900，我才可以去，对不对？我做直销的，今年我飞到海外旅游，明年从零开始飞多一次，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个公司怎么样算怎么样搞的，你只要飞到一次每年给你去，而且不是你一个人去，你一达到，他很讲究家庭生活，家和万事兴，他懂得这个道理。当你达到的同时，你的配偶自动也是 RMB， 你去的时候两张机票免费，吃的免费，喝的喝酒什么酒都可以免费，还有 pocket money 就叫做零用钱，给你去 shopping。 我们住的酒店一个晚上千多 euro，马币5000多块，住了5天，整30000块，你舍得吗？我可舍不得。各位，到了 Nice， 去年我们去，他们我不去，去年他们去 Mexico， 今年我们去 Monte Carlo。 各位， Monte Carlo 是天底下最贵之一的地方，当我们到 Nice的机场，他如何带我们去毛利卡洛知道吗？用直升机载我们过去，带我们去看猫，这个美帝德利练戏啊，去看城市啊，不得了啊！我生平第一次坐黑利国德去看城市啊，看美帝德利练啊，你看到了没有？I can't believe that just by making a few simple decisions that our company has taken us here to Monte Carlo. I can't believe that. 我们当场订了50个，其中几个是留给你们今天的人，要不要去？敢不敢？敢想吗？If you think that you can, you can. If you think that you can, you are right. Go to hell. 明年我们去加拿大，哇！亚洲其实很远的。哎呀，两个人一起去啊！这个公司呢，你一定要跟你的配偶正房去，副房不能去，要看你的 marriage certificate， 对不起。所以一定要结婚，没结婚的快点结婚呢，要离婚的暂时别离婚。啊，好了呀 ，OK。然后呢，你
Chrysler Marketing Director 1800换车 Convention 继续去 因为有900以上你就可以去 Convention 每一年去很开心 这个公司最高是IMD 对不对 3000人罢了 不要贪心只要3000人 好了国际旅游继续去 不同的是你的车呢 升到1500块 给你买 Bentley 可以吗 Built in computer 可以吗 哎呀 睡吗 祖宗留下来的车，他的车就叫做老爷车，没有人敢驾。不要紧，从我们这一代开始，以后就有会有祖车，因为每一年我们的孙子曾孙，他可以买当时最流行的车，每天早上上车的时候，他都会想起我们，而不用每一年只有一次把茅草割掉才看到我，就是每一天可以看到我。OK， 啊，所以很重要，谁的车你驾谁的车，我祖宗的车。 威风，好吧，除了 dream car， you have dream house， 每个月给你3000块，整1万块马币，永远给你，给到你不再给你孙子买屋子。这间屋子我是在美国物色的，3000美金就可以住进这个屋子，包括装潢，包括家私，要不要？要。不要不要紧，来马来西亚搞一间现代化的。 或者这样子的有游泳池的，不够大，搞一个大的。不是梦，我跟你讲，当你成为 IMD 的时候，公司给你夫妻各一个这样子的戒指。EIA 我做了整30多年，连一个钻石都没拿过。 全部是自己买的，当天我上台，他给我4个戒指，还有2个是这一个，我一下子拿4个，我说为什么有这个？我不知道有这个的，没有人跟我讲过。他说是你的，我说什么？他说这两个，我说两个，我变4个，还有2个是你老婆的。我老婆结婚那天拿的 diamond ring， 今天又再拿 diamond ring。 忽然间来，他很感动，他流眼泪了，流眼泪。但是我给你一个 tips， 这个我给我老婆拿蓝砖，她会问你，你老婆要蓝砖还是女砖？我给我给我她蓝砖，因为我想这个蓝砖比较重，会值钱一点。那个 diamond 是白金。 我觉得女孩子戴 diamond 小小这样子很美，对不对？结果来了尿尿开。
然后一粒将大的，我有三粒，它只有一粒，两粒小小的，亏大本了。所以以后你要记住，他问你要男的还是女的，你说死都要男的。所以我还有机会报仇，因为还有一个我还没买。哎呀，百万俱乐部满天星啊！你说这次我要买给我老婆拿男装还是女装？而且还要戴在这里，我跟你讲，现在女孩子很流行大的，对不对？你可以戴这里不要紧的，明白了吗？戴这里也可以的，可以吗？哈，可以。好，各位，刚才我跟你讲免费理由，现在我跟你讲如何得到免费理由。当你有六个大吉，三三一个大吉。每到六个呢，五个给你现金，一个变成理由钱，十二个就有两个理由钱，十八个三个，二十四个就四个，以此类推。所以你每个小时你的理由钱一直增加，然后呢可以用来换取你的机票、酒店、旅游配套、租车、游轮。也就是说你做这个生意从今以后，你全个家族坐飞机住酒店、参加旅行团，全部免费。我们的其中一个伙伴叫建，他有三万多块美金的旅游钱，多不多？一百千马币。我的那是十多万美金，三四百千马币。你说我怎样用？你先明白我拼老命的用，坐飞机一定要 business class， 住酒店五星六星级以上，明白了吗？你吃东西不可以的，你只可以坐飞机住酒店，参加旅行团可以，你说全包，全包吃饭也包，什么都包，他就给你，懂吗？或者参加公司的旅行团全部不要钱，你只要 contract 就可以了，明白了吗？爽不爽？爽。想不想要？想。想不想？想。你能够吗？能。能不能？能。我跟你讲如何了，我一拿到我就去 Koh Samui， Koh Samui 不得了，第一次我去 test， 回来不好我要丢掉的，一去了中开的不得了。 Koh Samui 每个月有一个 full moon party， 在一个私人岛，有两万到十万的老外在那边跳舞，跳到天亮八点。他们老外喜欢大自然，跳到半夜，他们的衣服一件一件不知道去了哪里，很特别。当我们一直看，一直看，结果呢，天不照好，深夜忽然下一场大雨来，死了全部人的半命。我说没有东西看，我们回酒店的人啊，一去到码头死了，几千个人在排队，你说是不是？我们就去买雨衣，买了两件透明的雨衣，我一件，我老婆一件，去排队冷啊冷，还好是透明的。那个管理员看到我们的牌，他说 warming 我说 warming 就 warming 就 warming 就 VIP VIP， 不用排队，马上上船。我一出来上船，哇，漂亮啊，入冬了，那个杀我马上跟自己讲 warming 就万岁，真的不得了，连排队都不要排，我跟你讲很感动，好像他们去迪士尼不用排队， warming 就不用排队。说我回来马上带一堆人到巴厘岛去，这个巴厘岛就是那一个全包，连沙滩也去不了，连酒店也去不了，他就这一个。然后回来我们就带他们一群人到金麦，这一次去爽到不得了，爽一个字，坐大象啊，坐这个牛啊，放孔明灯啊，我跟你讲，要喝多少酒你自己喝啊，巴蒂啊，有多爽你要自己去试。然后回来我又带一票人到柬埔寨去，泰国开了，不带泰国人去柬埔寨。然后今年年头新年，我跟我老婆去参加坐这两船，新密
12天362磅了，你相信吗？不过不要紧，全免费。我们坐的飞机飞到悉尼是 first class， 免费，全部免费。然后呢，坐这两床你要注意啊，你眼睛一打开就开始吃，不要钱，吃到眼睛关上还是在吃，因为房间有东西给你吃。然后你去吃法国餐全套，他的员工比我们的。 游客还多，一个人看一个人，有试过吗？然后你要穿 tuxedo， 女孩子要穿晚装，去那边坐的正正。OK， 然后吃，吃完了你去看表演，国际表演每天都有不同的人表演，是国际的，拉斯维加来的。然后你去看，看完你就去舞台舞池那边呢喝酒跳个舞，看很多人唱歌跳舞。 人生，半夜看夜亮，跑到上面的去看夜亮、看海景、吹海风。各位，他每一个地方他都会停下来给你去玩，住在同一个房间，不用打包行李，看全个澳大利亚，爽不爽？听说他很快会出一个环游全个世界，100天。 住在同一个房间，不用打包行李，环游全世界，想不想？想，起得了吗？三个月，你要 IMD 你就起得了，努力做 IMD，IMD 你的 office 就是你的 mini iPad， 小小个，现在连 mini iPad 都不用，我只要有一个。 iPhone 就可以了。现在更小了，然后呢，你的办公室可以在床上面，可以在海边，你只要3到晚就搞定了。你可以了，看到了吗？你想好来，这是改变你全个家族的人生生活方式。然后呢，4月3号到24号，我们去了美国，啊，我们6个人去好多的地方。 这是圣地亚哥的花海啊，这一些很美的地方，尤其我们去的西边和南边的这个 Grand Canyon， 很少人去过，我们自己驾车，早上驾到深夜12点多1点才到，然后又驾车驾到明天才到的两个地方，我们去了那个 Skywalk， 很深的，我们其中有一个光头佬，他怕的，你看他很怕样子。 他不敢的，我们拉他上去拍照，他怕，他有惧高症，很开心。然后，各位，旅游不是你要去就可以，你要有一些准备的。要去旅游之前呢，一个月你要开始去运动 ，jogging 跑，不然你去了你开始跑，你全身痛，3天你就跑不动，所以你要开始准备。 以及你要带很多的需要带的产品去 ，OK， 这些产品你自己要去带 ，OK， 好了，经营这个事业到底你要保荐多少个3代？我做保险，今年卖100个保单，明年从零开始又卖100个。 后年又100个，10年后100个，20年后100个，30年后100个，累啊！10年我可以拼命做，因为我没有钱；20年我有一点钱，叫我去做，我不愿意做，还是得做。30年我很有钱的，还要做，我很痛苦。所以如果你做那种生意，不断的要做，也不对路。 不做停了，完全部没有了，也不对路。你说是不是？好，我们看一下。我到今天为止，我一共保健了18个人。我虽然认识满天下，全亚洲有200多万个学生，也没用。我只保健了18个人，而这18个人在1年多，细胞分裂变成了18000多个人。 现在已经有1万9000个人了，很快，开笑来了。
还是要来的。一年多内，我们的组织叫 Acute， 我们有了150多个 SR， 来不及了，每天都有的。今天我看到有三个上去了，28个 Director， 13个 MD， 三个 RMD， 今年会有8个 RMD， OK， 然后呢，两个 IMD。以及美国拉斯维加斯今年颁奖典礼，全球40多万400多千个外援，十大杰出新人奖，我们的组拿了七大，其中第一到第四我们包办，厉害吗？不是厉害，而是非常严重的厉害。我坐在那边，我吓到了，我也不敢相信。这是空前绝对，也将会是绝后，我以后自己没有把握，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做到了。第一名全天底下一握掌声，第二名也是我们的漂亮的女孩，第三名我的飞机师亿万富翁，第四我们的 Jen， 第七个我们的 Steven， 掌声。第八名、第九名是我的老婆，掌声。第十名是我们香港的，看到了吗？香港、泰国、泰国 ，OK， 不可以这样啊。WV 世界十大七个是 AQ， 因为顶尖的策略成果卓越，各位。世界最快的 IMD 最高境界是个美国人，他一进来马上10个月零5天就升了 IMD， 到今天还没有人可以破他，他是个光头佬，因为他光头很多人想剃光头。他在台上从他上到今天一共有7年多，没有人破得他的记录，也不可能破得到他的记录。一直等到亚洲出现了一个人，他只用了7个月零3天，快过他整100天，1/3的时间快过他。他是谁？就是小弟。还好是我上去，因为我有头发，所以一堆人不用剃光头。各位，今天你在听的是天底下最强的，不是强，而是非常严重厉害的强。很多东西不是看你讲，而是看你的成绩，你说对不对？我们的这个 presentation 以及我们的系统是全天底下在国币竭尽所能要找的， OK， 我们没秘密的公开给大家。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年我在拉斯维加斯见到他，他抓住我不放，他说我看清楚你，他说你知道吗，如果给我多一次机会，就算今天我这样有经验，我从头开始，你要我7个月做到，我也没有把握，他说的。今年我又在马尔地卡洛又见到他，这次我拍 video 给你看的，不然你肯定以为我说大炮，你看一看他自己讲。Okay, stop. Hello, world famous people in Asia. This is David Peach. I used to be number one, but then this guy, Sir Erwin, he got in the company and he beat my record, and then I start sucking my thumb. And I'm so sad because I'm not number one anymore. But if you want to win your world ventures, you got to show people fast and fast and faster. And every day you show people, and that's all I know. Show people fast.真的哈，这个人在神台上面7年也要听他的话，他说你要在这个行业成功没有秘密，你见到人就跟他们分享，他们要不要做是他的事，明白吗？认识不认识都分享，不认识的也分享，反正他也不认识你，对不对？理由奖励积分。各位，今天你在座的你福星高照，因为你都是在这个期间，你都在这个期间，有什么厉害呢？看好来，当你成为会员，给了200加这个加盟费，你马上不是加盟费，是申请费，
旅游俱乐部会员的申请费，他送回你200个旅游积分，这个可以拿去旅游的。以及你每个月给50，他也送你50，但一年后600你也可以拿去旅游。怎么样的旅游看好来？比如不给5天4夜89，比如去拉斯维加斯，这是哪里？加密尼、佛罗里达、墨西哥，比如这是哪里？ Korea， 这是烧台的，这是北京，北极，这是玛雅，刚才是北京的、啊、这是哪里？ Nice， 我跟你讲过，刚才我来过5次，因为我喜欢这个海滩，很美。怎么样美呢？因为这边的人特别的奇怪，都不穿衣服的，都是脱光光的。你要拍照要看随你便，要不要去？要注意，你去你如果穿衣服，人家会围住你看。要穿衣服嘛，这些全部都是免费，你可以去。好，你这一辈子到底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出人头地，经济独立，环游世界，孩子好的教育，父母有好的晚年，配偶以你为傲，对不对？每天做同样的事情，却希望有不同的结果，有可能吗？不可能，不可能，这叫白痴梦想天开，英文叫 idiot at this， 只有改变才有可能不同，对不对？对。好，失败其实本身不致命，不去改变才要命。准不准备改变？宇宙唯一不变的是什么？变，变，不变，百不变，变了还是百变，百变为啥不变？送你一个知识，阿里是谁来的？营业额有10000亿。中国除了中石油最大的啦，中石化和最少的中央企业有这一个所谓的万亿之外，再也没有了。他的老板是谁？马云。马云，风云人物。马云呢，他说很多人输是输在第一看不见，到当初做这个生意，很多人看不见，也很多人看不起，这是小孩子玩的游戏电脑。然后呢，很多人什么来的，什么来的就来不及了。各位，一年前我做这个生意，也跟一些朋友分享，很多人说看不见，看不起更多，有很多人看不懂，结果来得及吗？还来得及。那些一年前进的，现在他下面都有10000几千个人，你知道吗？10000几千个，无端端10000几千个。我们有一个人进了，他什么都不做，现在呢，他还在还业费。我叫他这一个户口卖给我，他说不卖，我很爽，我的人越来越多，我看爽的，他很舒服，很爽。好了。他说先知先觉可以改变一生，不知不觉断送众生。我们有18000个人，我的目标是200000个，你还来得及。各位，携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刚才我跟你讲阿里巴巴的意思，就是现在已经是1世纪了，什么都是一了，懂了没有？那携程是中国最大的旅行网，它威胁着全个中国的传统旅行公司。谁是携程呢？它成立在1999年，当时在火车站和机场送免费的卡，我也是它的 Platinum 卡。它有6000万个会员，中国除了共产党，没有人有6000万个会员。还有5000多家有关系的企业，这叫酒店，每个月卖出500多千个房间，已经400多千张机票，员工一共有12000人，以及他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但是他这样厉害，我看到他还是有私心。
他死穴在哪里？我跟你讲，客户缺乏忠诚度，怎样缺乏？哪间便宜往哪间跑？明天他看到阿国大便宜，他是不是跑去阿国大？对，是这样子的。怎么样才能够有客户的忠诚度？秘密跟你讲，一定要利益挂钩，对不对？所以 World Venture 厉害，所有的会员有利益挂钩，明白了吗？所以他厉害在这里，以及你分不出他哪一个是阿波大，哪一个是学前的客人。当你去 KLCC 看到很多人在拍照，你知道他是游客，你分得出谁是学成谁是阿国大的吗？分不到，绝对分不到。但是 World Vision 你分得到吗？分得到。他有这个 blueprint 叫做 You should be here， 每个人都拿起来拍照，你看去哪里都拿起来拍照，你看到了吗？你知道他是谁的人吗？ World Vision 很奇怪，去哪里都拿啊，变成韩国人也拍。那这个去马尔代夫的，那这个扮这个女人的啊，马尔代夫的啊，这个是哪里我也不知道，这个是韩国的，这个你看刚刚今天说到的，原来现在很多阿拉伯也参加了，拿了优属比特分不出是谁。你看，这是我们的会员，两个阿拉伯跟他，哎，跟他合照，以后我也要去。然后你看。飞水飞天，跳水入水，睡觉不放过。马尔代夫本来没有这样漂亮，气了变得很漂亮。真的，一开心你就漂亮，我没骗你的。那这些人拍了这个照片，全部拿去哪里，知道吗？ Facebook， 全部上到网站去打广告。当我们在拍的时候，在国外有很多老外跟我们借，机场就开始跟我们借，借来拍照，排队借。我说为什么你要借？他说我要跟我的朋友讲 You should be here。 然后回去他放在 Facebook 跟我们免费打广告。那你看啊，马云说香港四大家族的市值已经不及腾讯和阿里，看好了，现在的四大家族的市值只是9000亿，而腾讯一家就8000亿，你说吓死人吗？曾几何时，一个李嘉诚就吓死人，对不对？一谈到香港四大天王就吓死人，但是一个腾讯就搞定你四个。今天已经是一世纪，那为什么 Facebook、Google、腾讯能够值得1000亿美元？我给你讲，因为他们来自于广告，广告来自于知名度。你参加 Facebook 要给钱吗？不要给钱，他建好的东西给你，其实你在跟他搞知名度，对不对？对。然后越有知名度，就越多人打广告，广告要很多钱的，知道吗？那这样多钱，为什么这样多人要打广告？因为广告一旦打了，生意很好，东西卖很多，所以再打，生意再很好，很有效。旅游将是全球最大的产业，今年一说有多少？9兆。WE 绝对肯定是世界将是最大的企业。掌声！我跟你讲，它将会是最大的，所以我进来了。一个专业的企业策略师也进来了，好玩，他将会是最大。亚洲的海啸来了，天时对了，地利也对了，你将在世界最强的一个组织里面。当风很强的时候，连火鸡都飞起来。风很强的时候，你不管什么丢进去，它照飞起来，你说对不对？现在我们的风是非常的强，这叫做借势成功。亲爱的，这是百年难以遇到的一次机会。
你恰好在这个时空里面你遇到了，今天可以是你人生的转捩点。 Your turning point to be a positive future。 我个人在这里欢迎你参与梦幻旅游俱乐部，我打开双手欢迎你。你今天遇上 AQ 绝对是一种福气，福星高照。如果你的福气这一路以来积得不够厚，有可能他马上会溜走。为了不免夜长梦多，赶紧要求你的贵人，贵人就是很贵的人，就是今天带你来的人，他是你的恩人，你要知恩感恩报恩，千万不要恩将仇报。课程完毕你就念他，带我来了，带我来了，带我来了，不可以这样子。然后你要求他跟你申请，不过决定的权力在你的手中。最后有一个人叫 James Lee， 人将矮，黑黑的，不很英俊，头脑不是特别聪明，口才也不是特别好，只不过是大智若愚。今天这样普通的一个人，他有五万多个下线，吓死你吗？这么简单的那个五万多个下线，刚才五千五千拿累积就拿了五十千美金，马币拿了165000，哇，他这样多啊！他现在很头痛，你知道，每个月在找我，他说他一个月买一栋房子，一个月可以买一个忙碌。为什么一个这样简单的人有五万个人？你想不想知道？想不想？想。因为他先进，就这样。现在我们在这边大声的喊，全部是他的人。一年后，我还是在这边喊，很多是你的人。如果今天你做决定，这个商机可以改变你的一生。来，一年打拼，月薪过万；两年努力，周薪过万；三年奋斗，日薪过万；五年坚持，永远退休；一台电脑，一杯咖啡；一种智慧，一份坚持；一生精彩。今天的演说就到这里，谢谢。